大家好，今日咧嚟讲下我对2020嘅评价。以下评价咧系我个人嘅睇法，唔代表大部分观众嘅评价。仲有咧呢条片咧，我有可能暴躁咗啲。如果未睇呢套戏嘅观众咧，就慢慢睇啦。我对大和号嘅2020系观感好差，非常差。成个26集咧，有大部分都系讲废话。个编剧咧，我真系。唔知佢想点样编啊？成日谂系讲爱爱爱爱爱爱，冇病啊嘛？仲有一但人哋先唔系野蛮人嚟咩？蛮族的吗？蒙古人啊，俄罗斯人咁嘅嘢嚟咩？点解会变咗复制人嘅？爱咧系好复杂嘅，有啲人咧为咗心爱嘅人咧，佢愿意牺牲自己，拯救至爱的人，包括家人啦、爱人啦呢啲咯。10几年前嘅《哈利波特》电影已经讲咗呢啲噶啦。2020就夹硬解释爱呢样嘢，唔单止系夹硬嚟解释，系滥用呢个词语啊。爱を笑い、愛を愛に傷つき、愛を憎むんじゃ。愛に、愛から。弱屎啊你！大多数用口讲，而唔系用行动去表达同埋证明，即系攞翻阿2199尤丽莎讲嗰句。言葉ではなく、その行動で。行动咧好过说话，又实际又有说服力。依家咧就讲讲2021至26集嘅部分问题，一集一集咁样挑出嚟。呢炮觉得冇问题啊，啱晒佢哋嘅特色啊。到大白浮又大龙大战咧，登场嘅地球特混蓝队咧，嗰啲战舰居然冇波动护盾，你玩嘢啊？仙女做好咧，见到嗰架战舰咧，居然补几炮落去，最后搞到地球嘅位置暴露咗出嚟。地球嗰啲战斗卫星咧，居然仲用镭射炮，有冇搞错啊？蓝队都配备咗完。炮啦，同埋高度型啦，做咩咁鬼落后啊？你个时间段上攞嚟做乜鬼噶？第二至第三集嘅内容咧，基本上对我嚟讲咧系有啲烦。讲特雷莎点点点，加特兰蒂斯点点点。如果有人话呢两集系对原作嘅致敬嘅话咧，我冇任何意见，但系有啲烦咯。第四集我嗰面咧充满咗大量嘅问号，炫奥嘅操作权应该全部都喺晒大和号度噶啦，做咩唔攞埋炫奥嘅副操作权咧？搞到损失咗4个船员，好蚀啊！仲有问题就系点解古代揸陀咧？大和号起航啦，水花冇问题啊，冇问题啊。有问题系架船，做乜鬼个排水闸咁嘅样嘅？第五集地球嘅新舰队咧喺度瘦肌肉，即系瘦到5分钟嘅肌肉之后就冇啦。第六集我冇嘢好讲，但系咧紧接而嚟嘅第七集咧，简直系闹片嘅一镬金。第七集至第十集咧叫纯爱篇。诶，等下先，纯爱篇，纯爱，唔通？系月骨有太，唔好意思啊，离题啊。第七集咧系我令我难受嘅其中一集，250万架卡级战舰攞嚟组成巨型大炮，发射速度仲要比波动炮慢好多。之后咧，古代进嘅态度咧，几乎害死成架船嘅人，居然喺度又要肥唔肥波动炮。大和号有3种选择，第一种，大和号可以离开11行星嘅，但系地球就会被破坏咯。第二种，唔走就俾人工太阳以超新星爆炸嗰时所产生出嚟嘅巨大嘅能量吞噬咗咯。最后第三种，用波动炮咯，走又地球又伤，唔走咧就俾超新星食鬼咗落肚。解决呢种问题就是用波动炮最快的方法嚟噶啦。但古代咧喺度犹豫紧用唔用波动炮。古代将啊，你咧系个军人嚟嘅，仲有你喺星巡方舟嗰场战争嘅冷静去咗边啊？阿真田啊，如果古代你唔肯射波动炮嘅话，你可以推佢走嘅，由你去射咪得咯。点解要同埋佢一齐等死嘅？仲有250万架战舰系咩数字嚟噶？如果系250万吨钢铁嘅话咧，我可以接受，因为够整35架各种战舰咯。美国嗰只超级航母又好，003又好，库里扬诺夫斯级又好，宇宙战舰大和号都好，好多啊，可以整好多架战舰咯。但系250万架战舰咧，天文数字嚟嘅。2199里边嘅巴伦星作战咧，巴伦星只系集结咗大概10000瓦以上嘅战舰咯。2520里边咧，地球联邦嘅舰队咧，我唔知佢有几多，肯定唔会过80000咯。真系，我真系完全唔知点样讲啦。之后咧喺第11集开头咧，呢堆战舰嘅下场系咁嘅样。Surprise motherfucker！
真係浪費嘅。第八至第九集，大和號咧居然將啲人咧帶去依粒岩漿行星進行轉移。我想講咧，有冇搞鬼錯啊？依粒行星咧係好多岩漿嚟嘅。簡單啲嚟講咧，依粒行星咧四周圍都係火山嚟嘅。火山會散發咩氣體出嚟啊？毒氣咯。嗰啲毒氣咧，包括水蒸氣、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硫化氫、氮氣、氩氣、氦氣、氖氣、甲烷、一氧化碳、氫氣。我真係完全唔知道邊度泵出嚟嘅氧氣俾啲男人去吸咯。就算有氧氣啊，都熱死咗啦。叫呢啲男人咧去依粒行星咧，簡直自殺啊！嗰位研究水瓶座遺跡嘅博士咧，到咗依粒行星嘅水瓶座遺跡之後咧，發咗癲。正確啲嚟講咧，係鬼上身喺度講愛，愛過唔完。唔單止咧，依個部分咧令我難定，仲有咧依一個部分。What? What the? Holy Jesus! What is that? What the is that? 有位大陸網友咧就講咗一啲嘢出嚟。純愛篇呢就係狗屎，十至十二集呢我唔講啦，我唔知點樣講落去。到第十三集，大和號進攻特雷沙星。對於個部分呢又嚟黐咗線啦，估到又嚟猶豫開唔開波同炮。呢排呢我真係唔知點樣講。總之一句就係、是、收聲啊，好嘈啊，估到隻手喺度抽筋。格阿达兰蒂斯喺特雷沙星嘅部队咧，全部被清理晒之后咧，大和号就降落啦。真田同埋古代咧就降落喺特雷沙内部嗰度。特雷沙讲咗一堆废话，打败格阿达兰蒂斯咧要靠圆和，吔屎啊你！地球上面嗰啲人啊唔使打啦，食花生睇好戏搞掂晒咯。我嘅意思系，即系啲人咧唔使打，等个药水自动崩溃啊！阿福井神棍咧，真系好中意放一啲 UC， 即系读个手啊，同埋 NT 嗰啲废话啊、无聊嘅嘢落去啊。阿贝鲁特特斯拉回归啦，特斯拉回归正常噶，本身设定嘅故事里边噶。而家1925就话咗俾我哋听佢会翻嚟噶啦，但系阿福贼咧竟然将佢写成为个而破坏地球、征服大物质量星云嘅人。古代冇打佢嘅话，真系唔合逻辑咯。如果换咗1999版本嘅古代进入去咧，一早冇嗌就自己瞓到打到啦，得先啦入去 ICU 啦。点解会发生呢啲嘢呢？因为古代进嘅家人睇过1999嘅人都知嘅，佢听到呢啲嘢，用放百金之星出嚟打佢，吓我哋观众啦！打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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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佢。打他打他打他